12号，湖南卫视小年夜春晚现场，胡彦斌、陈洁仪两位歌手携手献唱，为观众带来了一首《爱和承诺》。虽然陈洁仪和胡彦斌先后离开了《我是歌手》的舞台，但是在今晚的晚会上，两位实力唱将的倾情演唱，让现场观众们依旧听得如痴如醉，也再次让人看到了两位歌手的实力。爱情是一句承诺，一生执着。在后台接受媒体采访时，话题自然离不开《我是歌手》。对于接下来的复活赛，两位歌手显得很是轻松。我在家里看电视，其实我更清楚地看到每一位都是强者，所以更加清楚地知道说，只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就是赢了。其实对于那个舞台，你会觉得说，现在下来之后，你会觉得身体有一些放松。胡彦斌更是不忘大方地自我调侃一番，跟我讲说你要强势回归。我说要唱一首自己喜欢的歌，因为我已经死过一次，我还怕什么？对于今天《我是歌手》也在录制，陈洁仪虽然无缘前去现场观战，但是她却在机场与阿丽来了一次偶遇。应该他们不会让我们回去。对，不过我在机场还碰到阿丽，就鼓励了她，我觉得她的自信心越来越好。而目前仍处于单身状态的胡彦斌对找女友一事则表示依旧希望顺其自然。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顺其自然啊。8月14号，我应该会告诉大家说，单身也蛮好的。蒙古捞新闻期待在歌手的舞台再次听到两位实力唱将演唱报道。